对我们当兵来说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长篇经历一直激励着我。几十年的军旅生涯，能自艰苦，能为人民服务。部队锻炼我，干一件事情就让我重新想个理由。就是让我想起我，我就决定了，我就不背着了。我才刚开始。Thank you.